全球 Spring Master TV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Jennifer，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这个 Turn Run 的示范节目。今天 我想要示范一道非常爽口的青木瓜沙拉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材料是，第一个是青木瓜、红萝卜、中国芹菜，还有这个燕菜，还有这个莲藕根。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放一点小辣椒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木瓜把这个皮先削掉一些，把皮削掉。削掉以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切成丝。OK， 我们把木瓜削好以后呢，我把现在把红萝卜也同样把它削皮。等一下我们同样把它弄成丝。今天这道菜呢，我们颜色非常的鲜艳，有橘子色，有白色，有红色，有绿色，非常彩色的一种沙拉，同时也非常爽口。 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把中国芹菜的叶子拔掉。我们把叶子拔掉，我们洗干净以后呢，用热水先穿烫一下，给它翠绿。同时中国芹菜如果不方便买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西洋的芹菜，一样给我们一个很绿的颜色。好，这个辣椒呢，如果我们想要吃辣一点的话，我们待会也切一切一起放下去。现在我们要来示范一下怎么把它削成一条一条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木瓜切成木瓜丝。首先我把它切成一半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切丝的这个工具把它这样刷过去，它就会变成一丝一丝的，像这下面一样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我们就用切的，切这样子。这个木瓜稍微熟了一点，然后切一丝一丝。我们就用切的好了，好不好？ OK， 我们现在把这个红萝卜也一样来切丝。OK， 这个芹菜呢，我们洗干净以后呢，切断，切小长段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在那个热水里面穿烫。我这边有一些穿烫好的，像这样子穿烫好了以后，我们放在碗里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使用。 OK， 现在我们把这个辣椒切丝，我们放进去，一方面辣一点，一方面也颜色好看。把纸拿掉，那就不会太辣。这样子，头切掉。OK， 然后切丝。把这个丝都切好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燕菜呢泡在那个温水里面，拿差不多五个盎司，我们准备一杯的分量，泡在水里面20分钟就可以了，不要太软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莲藕茎拿出来，我们把它切成段，先切一半，把它切一半，然后再切这样子1/4。OK， 然后再切成一半，这样子我们把它切大概是一碗的分量。像这里我准备好一碗，这样子切 OK 了。